这个地方是出道拍摄 MV 的地方，理所当然那个 MV 我在那个办公室出现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，一样的地方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跟理所当然的 take off。 期待一下，真的期待一下。感情싸움에이제는지친것같아